呀月三一壶酒啊，常怀豪饮山水间呐、啊，看乱世烟纷飞，树阴巡阳几个，嘿嘿。乱世浮生几等闲呐，金丝海燕兄弟孤身思燕门月，嘿嘿，怀恩仇，怀恩仇天地间呐，又甜又香啊！哎，大郎，卖炊饼喽！武大郎的，大郎辛苦了。卖炊饼喽！来了，是大郎哥哥，爹，是大郎哥。哦。哟，大郎啊，外面雪大，快进屋吧。不了，叔，俺卖炊饼啊，剩了几个，您尝尝。谢谢大郎哥。都尝了多少回了？大郎啊，晚上在这儿吃饭吧。是啊，不了，婶儿，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。那婶儿，叔，俺就回去了啊。谢谢你啊，大郎。不用，你好走啊。哎，慢走啊。哥，我回来了啊，吃饭。嗯、啊。来，给啊，好。哎呀，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。老麻烦街坊邻居。哥，给我娶个嫂子呗。嗯，那不行不行。嗯，哥长得丑，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。嗯。金莲，娘，你来了。你还是叫你爹做吧。你手艺不好，你该干嘛干嘛吧，别耽误我了，我还有好多事呢。算好了，在下剪刀、哦。知道了。二郎啊，嗯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买炊饼，咱呢多做点。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。咱一天呢能赚50文，10天呢能赚500文，1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。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，1年12个月，1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。二郎，嗯，咱去掉所有开销，一年能积下7、8两银子呢。哥，你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。哎呀，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，每坛子有2贯铜钱。哎，再过2年呢，
给你张罗门亲事，娶个媳妇儿，成个家。哥，兄弟不急，哥不娶，兄弟不娶。说什么傻话呢？啊？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，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。咱呐，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啊，就别指望你哥了，就得指望二郎你了。再过两年啊，等哥积下30两银子，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，娶个媳妇。会生孩子的闺女，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。咱老祖宗啊，他后代兴旺，那个时候啊，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。哎，二郎，嗯，过了年呢，你找份差事做吧，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，打什么兔子。二，嗯。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。哥，干啥？哎哎，干啥？哎哎哎哎哎哎！放下饭叉，放！别再转了，你再转，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。哥，啥都别说了，爹娘死得早，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，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。长兄为父。这是你哥该做的。爹娘，我走了，送棉衣去了。金莲呐。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娘，我走啦。好。停轿，停轿，停轿！这是哪家的姑娘啊？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？我从来没见过。你走开，你别过来。哎，走开。哎，好啊，脾气还挺大呀。哎，是潘裁缝家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。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？快快快，请爹。把他给我带走，快点！一拜天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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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拜高堂，好，好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将军出事了！
君救我，带我，带我走。往哪边？那边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孩子啊，你是太累了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孙姑娘呢？孙姑娘正在疗伤，你现在不能见她，她在昏迷当中。怎么会这样？朝廷腐败，皇帝昏庸，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，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，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呢。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，满门抄斩呢，这是官逼民反呢。来，吃药。我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，那你放我回去算了。哼，你想得倒美，你打死我算了。我不打死你，你给我好好的擦，擦干净点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擦干净了没有？就这么晾着。什么时候干了，什么时候走？哼！师父，您收武松为弟子，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，教弟子刀法吧。师父，您收下武松吧，他是二娘的恩人，二娘不希望他离开。二娘啊，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，谢师父。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，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，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，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。师父，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，你和少林寺有缘，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，你去少林寺学艺，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。是，师父。另外，你和二娘也有缘，二娘，哎，你们两个结为姐弟，情如同胞，以后相互帮助，前程远大。来人呐，准备三炷清香。你们对天盟誓，义结金兰。苍天在上，今日我和武松，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，胜似同胞，永不背弃。在桥中啊，师父，我出去看看吧。去吧。
人敲钟啊？师父说了，时辰未到，敲什么钟啊？阿弥陀佛。敲钟，那撞钟木自己动了，响起来了。去把山门打开，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。是，师父。这位小施主，您今天可是我们少林寺的贵客啊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请跟我走吧。菩萨保佑武松，收武松为弟子。师父，孩子，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？念佛、学武、练本领。哦，要学少林武功，学好武功做什么？武松学好本事，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。阿弥陀佛，孩子，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。少林寺不能收留你。师父，这孩子千里迢迢，你来自山东吧？山东清河县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姓武，名松。阿弥陀佛，身世定然凄苦，出家人慈悲为怀。师父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见此子面露凶光，一身戾气，心结缠绕，难以化解，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。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，我佛首倡慈悲宽和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，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，你去吧。师父多嘴。是。小施主，请走吧。师父，那孩子在寺门外已经跪了一天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小施主，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。多谢师父，武松不走。阿弥陀佛。
师父，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，你看这一夜算得了什么？让他跪吧。阿弥陀佛。这孩子真够倔的。师父，外面雪越下越大，那武松好雪，正好压压他的火气。师父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没那么娇气，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师父，武松他冻死了。武松，师父。师父。把他抬进去。是。快。班长。武松，武松，师父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少林寺。师父，你收下我了？师父，武松，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，传授你武功，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，令你出家为僧，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。弟子听师父的。一来你的尘缘未了，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；再得，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，才能功德圆满，接续佛缘。成就当在为师之上，弟子岂敢。因缘由前定，半点不由人，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。
打今天起，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。你要谨记，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、匡扶正义，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。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、写一时私愤。弟子明白。夫人，茶水好了。让你端杯水来，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。跪下。老娘不调教调教你，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！打死你，这小贱人！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师父，武松，师父，你在想什么？师父，我和尚打坐，心定气闲，心中只有佛，不得心有旁骛。是师父，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。明白，师父。你是谁啊？哥哥死了，没了，还是吃他娘内了。哥哥喜欢你，哎呀，喜欢你。走开！睡觉，走开！走开！睡觉，走开！睡觉，走开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夫人，小衙内把潘金莲安在榻上了。这孩子懂事了。对了，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。哎呀，就让他们玩吧。畜生！你干的好事！扯什么娃娃？滚呐！快去换衣服去吧！啊！
今天呢，让你受惊了啊！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。老爷，我还要换衣服，请你先出去吧。哎，好好好，你换啊，你换。今天呢，实在对不住啊，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啊，那两个畜生啊，都是他娘给惯坏的。你别怕，老爷是心疼你呀、啊。老爷，你要干嘛？放开！哎呀，老爷是心疼你呀、啊。老爷，你走开！别！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别！谁要死啊？好啊！你们两个勾搭上了，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？啊！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！好你个汉妇，你敢打老爷，看我不休了你！休了我？哼！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？休了我，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！不可理喻！站住！我的话还没完呢，你说说你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儿子又刚死，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，啊？和家奴偷情，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？断吧！哼！好啊，你这个小狐狸精，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？你看看你，勾搭完小的。你今天又勾搭老的？我没有勾搭他们。好啊，你还挺刚烈的是吧？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，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。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？哼，没门！来人呐，夫人，去一趟怡香院，传刘妈妈到府上来。是，我不去。哼，我不去怡香院，我不去怡香院，我不去怡香院。您吃点东西吧。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？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，大郎。哦，俺打听了，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叫婶儿怎么谢你啊，大郎？婶儿，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，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。哎，婶儿，吃点东西吧。哎呦，大郎。这活你可不能干，我会到的，大郎。是，哎，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！快吃饭吧。哎呀，侄媳妇，听说你病了，我们来看你。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。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，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，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，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。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？我们家都成这样了。你要不改嫁，那你就住着吧。啊，侄媳妇。婶儿，你怎么了？婶儿，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，梳洗装扮一下。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，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。我绝不接客。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。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，还挺倔的嘛。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，
一种是卖身的，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。云儿，带他去教房，叫刘乐师教他曲子。是。金莲姐姐，到了这儿，你就回不去了。还是听妈妈的话，学得琵琶、曲子，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。大郎，我要见金莲，我要见金莲。婶儿，您放心，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。婶儿，您让先生看看病，您开点药啊。他们攀架桃树，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。婶儿，先生号脉呢，你别说话。没关系，如果实在没地方去，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。你可得放宽心啊，老嫂子。先生家门不幸啊，我怎么能放宽心呢？哎呀，大爷，我喝不了了。香院头牌姑娘换了牌坏了，是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？是啊，他是不是刚才问病人啊？他别死了，他就做妓女。这姑娘长得漂亮，就是一定能红火起来。娘啊，他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。哎，是就是。哎，怎么样？进去看看，我请客。请，你得走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张嫂，哎呀，大郎，你咋这时候来了？张嫂，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。出啥事了？你急成这样？金莲出事了。啥事啊？进了怡香院。啊！哎呦，这可是大事，我赶紧叫去啊。哎，金莲姐姐。你唱的可真好啊，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。我又不接客，挂什么头牌啊？你挂了头牌以后，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。妈妈说了，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，会去接客的。时光太匆匆，对镜花容许。
终一场飘渺，成。